大白，咱这是泡了馒头是吧？馒头。哦，这他这是羊肉胡辣汤吧？羊肉俺经常吃。啊、哦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薇，今天给大家探店一家开封传统老味羊肉胡辣汤，就在这一拐弯这胡同里，胡辣汤后院，也是非常隐蔽的一家小店。咱这属于是不是开封传统的那种羊肉胡辣汤？是羊肉，这是那骨头肉鲜汤。哦。羊肉骨头混在咸汤。这就是咱这开封老味的羊肉胡辣汤，是吧？我奶奶那个时候她就开始卖，这传到我都是她孙女了。他这个摊子上百年了。啊。这百年也得有三十年了。啊。你看我都六十多，我从小都知道嘛。啊，从。俺家出人都是小生意。自助涮米粉。恁这是恁自己家吧？哎，后院哈。哦。像恁这种油饼是不是不光灌鸡蛋？可以灌鸡蛋。哦，也可以灌鸡蛋哈。这个是俺的最经典的就餐，哎，得有50年了。啊，肉卷是吧？这我妈妈教我的。啊。传统肉卷是我们回民的传统肉卷。是因为一般的那个街上卖那种菜卷肉就在那儿扁了，是吧？俺这是花儿。往那边来，一个，给，拿走。一个肉卷。看咱这门口只写个胡辣汤在后院，然后也没有招牌，啥也没有，是吧？先有。反正咱这开封可多这种有的地儿，有的人外地人都找不着，都是咱这开封本地人去吃。一般那是酒香不怕巷烟。哎，是，是是是。咱这都是一拉一食的祖产品，哎，他吃又贵点，好吃的还卖点，咱尝尝后面的。这面可让哈，我看。嗯，面让炸出来是香吧。哦。这是不是跟那个油条面有点类似，是吧？咱这里有啥米，就长那个盐，上面还有啥米。啊，啥米？要是俺咱家一辈子都不长，人吃点儿就是，光这家人说是不是？得消费者一吃，他都知道了。那是牛肉的，是羊肉？牛肉粉条啊，牛肉粉条走角。你这会汗都管吃啊！你那那还没你吃羊肉不嫌膻。我家一开始卖这些年都是卖的牛肉的，每道门有一家，这寺门口都管吃。原来都是扁的，扁的那种的，扁的，就这是那老式。我要一个油饼，一个那个肉卷，盛一碗胡辣汤得了。开封传统的肉胡辣汤一般里边都是放这种香菜，但是陕味胡辣汤一般都不放，这种里边放的是熟悉的面筋，放点醋。昨天人家来吃过，今天人家是外地的，弄来吃。啊，对，吃的挺好。受到表扬。受到表扬，谢谢。它这样的牛肉卷特别好吃，然后里边外边这个壳炸的比较硬，里边是一豆馅，是粉条和牛肉末，
感觉吃他家这个牛肉卷就像给家里边小时候俺妈包的那种里边，也就是大料和五香粉，味比较重。他家这个胡辣汤的味道，相对来说比那种山味胡辣汤的味道要温和了许多，胡椒和辣味也不是特别重。但是他这个胡辣汤非常的鲜，能喝到里边就是羊骨头煮出来那种原味。